它的门市。你看，你看，隔壁也是 OPPO 哎。这边还是店长亲自出马。就是这样子，保证你一个月的账单399，保证，哇，保证。因为是手卖的关系吗？几乎是整个包场啊，远传电信啊，隔壁的中华也是 OPPO 娃娃，你看看。哎，啊，他们的人目前没看到。好，那我的正对面那边还有一家。台湾大哥大，所以今天几乎是个包场的一个活动，一日包场快闪啊！今天这里几乎被 OPPO 给包场了嘛。那今天外头也这个 MOMO 购物节也是一日快闪啊，所有众多品牌全都出笼了。除了有华硕啊、BB 啊、微软啊，那换过来还有 Lenovo 啊、三星啊、Avita 啦、尼控啊，还有这只娃娃啊，这只娃娃你看，是它叫 Sunny 吧 ，Sunny 夜光侠啊，那这边也有那个宏基 GoPro。惠普、Sony、微星啊，电脑品牌啊，今天一日的快闪，在三创跟大家见面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，赶快过来看吧。这里到大约到6点或晚上8点。好，先简单的介绍到这啦。